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？今天，哎，开门啊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门给堵着呀？今天，哎，外边下雨了，我还在外边呢，好冷呀。叔叔，你怎么天天都来呀？我感觉你天天来找我，天天来，每天都来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说啥呢？你小妹妹还一天天喜欢的，叔叔都多大岁数了？你都叫我叔叔了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再说我来你们这个城市，我是来做一个乡村振兴的项目，可能要待一年多吧。你说的不远，所以说我没事就过来转转。哦，你这是我要去干嘛？去给我爷爷放羊。今天爷爷不在家，我帮他放。放羊？嗯。去哪儿放？山坡上呀。山坡上。对呀。你一个人吗？不然呢？一个人多不安全啊！你们这大山都是悬崖峭壁的，叔叔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有什么不放心呀？我平时都是一个人呀。嗯，那今天叔叔陪你去吧。走得了吗？很远的，要走一个多小时。哦，你不是不喜欢走远路吗？谁说我不喜欢走远路的？主要是看和谁走。和你走的话，多远叔叔都愿意。那你走得了吗？能走的。那走吧，要走很远的哟。那叔叔跟你走。哎，吉莲，你准备把他们赶到哪儿去啊？一面木，一花一树一潭。还在迷途，望前路，望旧路，望心，望你，望最初，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。吉莲啊，叔叔发现你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发呆啊？其实我好多时候都觉得一个人好孤独呀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？因为我从小经常一个人吃饭，然后也经常一个人在家嘛。嗯，我都感受不到家里的温暖。其实好多时候我都好羡慕童年的人呀，他们都有这个年纪该有的快乐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我要靠自己，家里也要靠，所以很多时候叔叔你都说我好懂事，但是怎么了？我不懂事的话，谁又支撑这个家？谁又支撑这个家？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一寸土，一面木，一花。其实呢，你想哭的时候就放声哭泣吧，没事，有叔叔在呢。你要记得，要习惯选择忘记过去不美好的生活，要把所有的经历都当作成一种鼓励，就不会觉得委屈了。嗯，还有呢，一定要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总会出现有那么一个人，他会治愈你所受过的所有的委屈，给你安全感，温暖你的世界，也会弥补你曾经所有的遗憾的。让你觉得人间是值得的。谢谢叔叔。没事，别哭了，吉莲。风好大呀！哇，风的声音。对呀，风越来越大了。吉莲。嗯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叔叔每次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是叔叔最放松的时候。嗯，叔叔，我带了吃的。
啊、一个了吗？你还带吃的，好好吃啊！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叔叔的话尝一尝就可以了。放心吃吧，叔叔尝尝就可以了呀。你吃吧，多吃一点。叔叔的话，今天陪你，陪你放完羊，叔叔再走。那太好了。哎，今天，你看这个花好看吗？好美呀、啊！美吗？嗯。来，叔叔给你尝尝。哎呀，叔叔给你尝尝喽。哇，现在它不是最美的了。那它不是最美的，什么才是最美的？你是最美的。今天，来，你过来一下。叔叔想送你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噔噔噔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口罩。拿来干嘛的？以后每次你想叔叔的时候，就用力的吹响这个口哨，叔叔无论在多远的地方都能听得见，叔叔都会很快的出现在你的身边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那我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你试一下。是这样的吗？对，是这样的，你用力吹。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赤裸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，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沙